大家好，下面为大家介绍 POW-R2 智能电量开关的功能。首先，打开易位联 APP， 进入智能电量开关的操作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些功能：实时显示使用功率、电流、电压的数值，可以对电量进行统计，并可以查看历史的用电量及导出数据，可以对设备进行手机远程开关，可以设置过载保护，根据您设定的实时功率、电流、电压的数值自动关闭设备，并可以进行一键分享，设置定时、延时功能，更多的功能等你来发现。